我是 Franday 法兰黛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？我是法兰。我是孟燕。我是江江。那你要唱的歌是？这是什么反应？是我们第一张专辑的《可是啊》。对，那这首歌其实受到很多人的喜欢。是。嗯。每次表演都会大合唱。对。来，导播音乐下。感觉不到
却不但需要我，没我你一样快活，有我你看来依然寂寞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个歌啊，就让不常讲话听听，先不讲话，等一下、哦。对，因为大家都想听这首啊，有是我们表演就是要唱这首歌，是真的蛮舒服、蛮梦幻的一首歌。它的背后创作没了，是背后创作的故事啊，大概就是有一天，好久了，第一张专辑其实好久了，现在有点想不起来。但我记得它是一个半夜写的歌，大概半夜一两点的时候，因为我家的钢琴是可以戴耳机的那种、所以就是半夜一两点睡不着，然后就是所以是自己的感觉，对，想要这首歌、所以你也都是半夜会创作的才创作的人吗？也没有哎、现在渐渐不会这样，年纪大了都会想说，晚上到了还是休息吧。好，第二首歌，下一首歌是什么？这什么经啊？是否还等着？
好强，不要再多练太多首。这首歌就是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，对，所以就意义重大。然后它改编成 Unplugged 其实也很好听，就觉得哪有人说自己的歌好听？为什么不行？还可以，真的好听，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能说？那那首歌的歌词其实也是有一种，你正在期待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，但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那现实生活中有什么让你觉得受宠若惊的故事吗？很多哎、欸，就是说可以跟两位，跟两位组团，觉得非常受宠若惊。那你们去 KTV 会点什么歌？哦，都会点呢、啊，都会点。最常点的是谁、啊？我们其实蛮常就是跟乐团好朋友一起去唱 KTV， 那、我们就会互相点对方的歌。哦，这么好玩！就是把对方的歌都唱过了之后，大家再来认真唱评。有最爱哪一位歌手吗？如果不是，我都会唱江蕙的歌啊。台语歌吗？对，哪一首啊？加厚啊，花若离枝啊。哇，然后什么？对，就是或者是唱一些，我很喜欢唱周杰伦的歌。周杰伦的歌吗？我一定会点的一首歌就是要开不了口。那我就以我在 KTV 唱歌的方法唱了。好，你唱。就是开不了口，让他回来，就是那么。简单记住我，哎，我什么？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吧。啊，是吗？就是那么简单记住我，办不到。好好好，但我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但我发现有粉丝说法兰唱《花之路》比《花若离枝》很好听，还是你要挽回一下面子？有那么低吗？上我们的 Facebook， 好会接哦。搜寻法兰黛，或是搜寻我只是你的爱人。我只是你的爱人。我只是你的爱人。预备备。预备备。是你的预备备。
成了激烈辩论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歇斯底里的早晨，浪费了美景良辰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放下你的帽，放下你的短，我爱你的来不及，又怎么会伤害你？松开你眉头，松开你紧握的双手，只要你一个眼神，一部分的我就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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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形式唱，因为未来也不排除他们两个也会唱歌这样。所以现在要谁会开始报吗？刚知道这个消息，开唱。所以你们之后的活动，对，所以要对密切的 follow 我们，就会知道了。为什么像个爱情故事？明明我看的是侦探小说，侦探小说，侦探小说，对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谢谢法兰黛帮我们带来这么多很可爱的歌曲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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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